我看到的这些讲员，他的生命是何等的振奋人心，令人感动的。那我们如何可以是这样，在我们的服事生命当中呢？那我个人觉得是 one day at a time， 一步一脚印，然后从小事或者先从一个人开始，那让我们忠心的这样做下去的话，我们会看到有意想不到的那个效果。从这样的一个训练当中，我们深深体会到我们神学院的团队需要被提升。那我鼓励大家能够看重，也能够继续参加支持，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力。我们被影响，也能够去影响别人。高兴第一次来到芙蓉参加 GLS 的聚会，非常的受感动。我有一个很厉害的女儿，她叫陈慧杰，她是台湾最年轻的演讲家，12岁就开始在大学演讲。跟我要跟大家分享如何把自己的女儿教养成为可以被上帝使用的领袖。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跟天上的爸爸建立关系，第二件事情就是尊荣你的父母。可以参加这个 GLS， 心里面收获很多。我觉得我经常激励人，但是我本身也需要被激励，所以这个高峰会议常常激励我的生命，让我可以更多的去激励别人。我很高兴在3年前能够受到我们的王恩德牧师的邀请参加全球领袖高峰会议。从那个时刻开始，我就每年都参加，期待这个全球领袖高峰会议，因为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研讨会，能够促进我对整个团队的重整，以及更有效的来领导教会的行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一个机会，盼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参加这样的一个全球领袖高峰会，一定让你有更大的收获，使你的团队更加的有效的被上帝使用。今年领袖高峰会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与我们成人版的这一个呢，领袖高峰会的这个氛围，让我们体验呢，原来是他们也能够做很好的领袖。所以呢，这个 U 上面的目的也是因为呢，有这个平台给他们去参与，给他们去继续能够做一个好的领袖。好，我感谢全球领袖高峰会。在此，我要感谢全球领袖高峰会。谢谢全球领袖高峰会议，感谢全球领袖高峰会，感谢全球领袖高峰会，非常感谢全球高峰领袖会议，感谢 GLS， 让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如何成全别人，成为领袖。愿上帝赐福你们，谢谢你们，所有的成为，愿主赐福报答你们。
跟你来。